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下我们这个忍坐风云四 Alpha， 走起！我还记得哦，就是这个表情，我记得用这个表情的都是狠角色，哇，真的好怀念哦！我的天哪，就是这个了，走起！哦，哇，好怀念哦！我的天哪，现在有什么可以去啊？应该都不能吧？只有浪花里。哇，忍三就是这样的吗？我记得忍三是不是就有这个小房间？然后我记得人物跑的时候，那个脚都会那边转圈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装备可以调的。不是说我三种武器吗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哇，忍者刀，哇，看起来拿起来看起来好帅哦。修罗爪，忍者刀应该是那个范围的吧？我装忍者刀好了。哭啊，怎样？等下，我断线了。真的哎，重开，我们换一下忍太刀，不是忍太刀啦，忍太刀讲习惯了，忍者刀。然后忍术是固定的嘛？好，来我们创一间，好看一下，慢慢来啊。日文配音哎，三逆一级。有点移动的速度有点小慢哎，有点小延迟，不知道是。先去砍人。奥义奥义 ，shot。好，加杀。我绕一下，开砍。来了，刺激了。哦，他有定到。这还是跟忍三一样啊，就是你吃道具，然后我过去放招，那你就是必中，对吧？我发现我刚才放招的时候还可以被砍呢，为什么？这一版应该也是吃东西。果然想接我招，看透你了。他快没招喽！大家夹他 ，yes， 夹他！他真的很多东西可以吃哎！再夹！夹死他！看他有多少补品。哇操，他太多补品了吧，我摸不够。再夹，有了，哇，太多了吧这个人。有了，白痴哦，给那么多补品。目前看起来只有放奥义无敌，我们小心那个陈四郎就好了，最大对手陈四郎。这样我有中他吗？碎接他。有啊，陈四郎被我捏死，哈哈，再见，陈四郎，没有陈四郎一定喽，再见。那么喝水好像可以攻击，对啊，所以喝水很危险哎，你可以走过去砍他。好像放忍术也可以攻击，我等一下试一下。没有，你看有没有？他在那边开招，可以攻击他，你就继续开，我们继续砍。你继续喝，我们继续砍，有没有？你有看到吗？他喝的那个动作，那个瞬间有没有那个数字一直跳？来继续喝，我们继续砍。那个情况好像没什么救，好像还有一小段无敌啦，但也太短了吧。好，这个图，哇，这个根本前标图，下面有人哭啊。干嘛啦？是不是少一个队友了？等下，他没射到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没射到我？他刚在我下面呢。一打二，完了，剩我了。等下我怎么卡住了？他又没射到我，太好笑了吧？这到底啥鬼？他怎么都没射到我？
到底是怎样？奇怪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吓死我了。OK， 好，一打一。啊，完了。哦，紫电是这样哦。没关系啦，试一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前标射不到我。哦，对啊，紫电好像不太好按的，感觉放奥义就好了。哎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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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哭啊，陈四郎又是你。有机会，有机会接死。快，搞定他就赢了，搞定他就赢了。就是他！砍起来！杀了他就赢了！哎，赢了！哎，这把赢了！还想动啊，陈四郎？啊，这个就慢慢料理。到底是啥鬼？看到有机会可以夹，就一路夹到底。啊啊啊！完蛋！哦，喝不了水。哎、欸，我右边那个丸子怎么不能吃？我觉得有点危险了。哦，就知道。哎、欸，我右边的丸子怎么不能吃了？那不是我的丸子吗？完了，这有点危险。等我一下，我回个血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忍术也不能用了？哎、欸，啊，我不能用忍术怎么办啊？哎、欸，队友开始夹了，我来了！啊，我怎么还在丢前标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我刚前标才出现呢、欸，原来是前标卡我啊！哇，这个太延迟了吧？我们去205人，哎、欸，那怎么没有房间？还是随便创一个？哇，不行啊！这边好卡哦，我刻满啊，怎么没画面？我看我创房间刻满啊，我的画面嘞又断线了是不是？还是换换看？哎、欸，哭啊，全部分流一，哇，超级不稳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喝个东西。哎、欸，你们这个前标大战，哎、欸，有人受不了了。所以开始夹杀，好、哦，可以，我帮你接，来，上来夹，夹死他，直接夹死，哦，这个人会呢，很刺激哦，哎，再见了哥哥，还敢丢前标。夹他，开夹，再见了哥哥。除非你有奥义，下来夹，除非你有奥义，不然我看你是要再见了哥哥。这个设计真的是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要把大补用掉了，哎、欸，夹，过来夹，队友过来夹，为什么队友不动？哎、欸，队友嘞，队友过来夹他呀！哎、欸，我把他接死嘞，哎、欸，我一个人把他接死嘞，奥义打到人会回能量，对啊，应该是要被打回能量才对啊，怎么会是打的人回能量呢？哦，有人吃标咯。哎呦，有，哎、欸，我会了，哎、欸，这招超好用的，冲过去放前标，哎、欸，完了，他也放前标，好啦，不要再前标啦，爪子哥，哎，又可以放了，这到底什么设计啊？他要死了，接到真的就是死，我的天哪！哦，我是不是要断线了？那让我想到之前的风之谷。哎、欸，有嘞，哦，有，有，
浮动人是啥鬼啊？抱歉，跟你抢到了，抱歉抱歉。他开始在刻补了。哎、欸，他开始在砍我了。哎、欸，他死了。哎呀，还敢过来跟我拼拳呢、啊？那、啊、这个可以给我补吗？这 NPC 可以让我补魂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帮补帮补，也不应该放天火的，我应该过去放奥义。OK， 哇，很多人都喜欢玩前标哎、欸，都丢上瘾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开始嗑药了，可以砍他了。你喝东西就是开砍。你只要看到有人喝东西，你就是冲上去砍他就对了。又开始前标了，不是，怎么每个人都那么爱玩前标啊？前标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魅力？再见，开始咯。哦，砍到两个人，那个能量回超多的。我觉得真的，你只要稍微抓到忍士他的这个，那这个设定。就是随便乱砍，估计对面的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这版我觉得上去贴人比较强，太无脑了。你想跟我对砍是不是？来啊，对砍啊！不过我吃辣椒水，你有吗？再见。上去对砍就是这么牛逼。哦。不过奥义耶。你在想什么，哥哥？再一个奥义，再一个奥义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这一版就是这样玩。奥义先手无敌，那边根本动不了，这肯定要改啊！真的要改成被打又有能量，不然真的太可怜了。又开始前标了，哎，掉掉掉掉掉！哇哇哇，哭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这要处理一下，太多前标了，这一定要处理一下，太夸张。我奥义哦，我奥义哦，我奥义哦！哎、欸，有接到吗？有接到，那我也要接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奥义翻不出来？啊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好赢了 ！Bang， 再一招。来了，帮你们啊，帮你们打开这个大门，你们加油！干嘛、啊？要跟我砍哦？真的假的啦？我辣椒水。中喽，中喽，哥哥，中喽，可以开始夹喽。中两个，再接一个，赢了。嗯，当看到我的奥义中两个，就知道结束了。又开始前标了。啊、哦，这个人要死掉了。哎，队友死掉了。哎，我刚刚没放出来，差点吓死我。嗯，我剩下那两个人比较麻烦。哦，可以接到死，可以接到死，再接再接，再接再接，有有有有有有有，让我集一个气。哦，卡勒。哎，一挑一挑一。不过他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没按到？奇怪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刚刚没按出奥义啊，可惜。真刺激！有了，二阶奥义，再接一阶奥义。有了，有了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刺激！哎，好了，差不多了啦，先这样吧。哦，哦，好多人哦，怎么有人在吵架啊？没错，有人在吵架，有种开房尬飙 ，SB 狗加 BB， 有哦有哦，那个聊天室有那个 feel。哎，好了，差不多了啦。
再玩下去就是一直奥义，一直奥义。好了，各位，那稍微总结一下目前玩下来的感觉啦。目前就是连线不是那么稳定，那再来武器的部分，目前感觉是忍者刀比较好用啦，然后奥义的设计挺令人无言的啊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前面的那个画面，各种接可能接到死。那还有就是好像这一版放忍术跟吃道具的时候并没有无敌啊，你边喝水还可以边被砍，感觉有无敌，好像就一小段时间。有人刚有人说可能是看喝水那个动画，可是我觉得比那个动画时间还要再短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那个喝的那个补品那个动画还没跑完就可以被攻击了。反正就是你还没能动之前就可以被攻击了。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啦，也有可能是延迟的造成，也有可能被打没办法回魂吗？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，目前好像都是攻击别人回魂，还有移动，看起来啦。那目前只有这三把武器嘛，也没什么太多选择。你一场加一啊？对啊。总共要三把150，所以要赢450场，是不是？那他这个测试时间到10月11号，那其他都还没有吗？什么忍术道具这些都还没有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忍士 Alpha 了。那他们说正式版本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出来，所以还要一段时间呢、啊，2024年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调整。那可能之后还会有别的测试版吧。说不定啊，现在是 Alpha 嘛，说不定之后会有 Beta 版。好了，那目前就这样咯。OK， 收工。